Hello，大家好，俺这小红薯今儿个十斤子，蒸一大锅，底下小鲤儿喂鸡子，顶上大的俺吃了。啥都准备好了，水都煮那儿了。这是锅都这锅水都热了。水都热了，那叫我快点弄。这红薯你看都不赖，也不盖沟也不转的，就是个头先小。我感觉着这鸡子干家可享福了，你看俺妈对它养的可功夫了，啥东西都先紧着鸡子吃，真的。红薯这红薯俺还没吃一块儿嘞，擦了点红皮儿，先紧着给鸡子蒸一锅。今儿赖的搁店，赖的鸡子吃，好的咱吃。特别。将俺的粉皮儿压碎了，然后再擦点红萝卜丝儿。本来是白萝卜比较好吃，但是俺没有种白萝卜，就弄点红萝卜代替。压了点葱花儿给酱，先放着。整点盐，那得。把这粉子倒里头，抓匀它。这粉子拌出来得吃着筋。用那菜籽油炸丸子，炸的金黄金黄，好看还好吃。滚！先炸鸡要尝尝甜咸。太小了，稍稍有点甜，有点甜。都挖可多盐了呀！主要给了一年没有再试试。妈妈，炸。哎。我吃着，有了，像那种脆皮香肠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今天这饭包上三点就得打水煮。你看黑的早，五点多都黑透了。四点煮，你看煮了煮了都可都黑了。焦脆焦脆的外面哈。外面焦。我妈的好吃。哈，那姐人娘给你的。那姐人娘说丸子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啊！你看，姐人娘给你这好吃，拿着说。红薯已经蒸好，就剩焖了，焖焖它。然后这个丸子是个功夫活，慢慢炸，急也急不来。一急炸的不好吃。烤桌的底上了。咦，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你弄了，哎呀，吃吃。尝尝这蒸的啥味儿，这叫鼹鼠。你看还这大的，你看呀，刀烂了啊！你刀光烂，我不出来。他那刀里头不老好看，下手捏，你还老热。哎呀，你老蚊子还下手捏的，取手。这鼹鼠弄了之后，不过再往这儿压了，对，越这蒸的四叉六门的。我一点吃的，忙活到啥时候？就是吃嘴，啥呀？不做活。还有个叫啥？吃嘴磨洋工是个啥意思？这就是磨洋工的，搁这儿。吃嘴不生活，就是吃不着。